我们给海涛一个展示赛的那个机会，他将一人挑战两位女生，我们会请景妍和孟杰一人守护一盆水。好，两位请上场。来，两位女同学，在你们开始挑战之前，有什么话想要对海涛同学说？我的体重不过就是你的三分之一，请你手下留情。海涛哥，你多重？问到点儿上了。我多重不重要，一会儿我就嘟，你们就咻，嘟，你们就咻，咻。来，准备！哇，终极挑战啊！别蹲，别蹲，这样特别容易洒自己头上。40秒倒计时，也许只需要4秒，咻蹲！挑战开始。结束，结束 ，KO。所以以后这个游戏可以海涛成为一个游戏装置。